11月24日，演员郑伊健、钱嘉乐、谢天华及林晓峰在屯门市广场出席黄金兄弟原声碟的签唱会。他们表示，之前举办都是演唱会的碟，而今天是首次举办电影原声碟的签唱会，感觉兄弟们一起在台上唱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这次是第一期，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演唱会，是个原声大碟，这是关于电影的里头的音乐，这是一个很小，现在很小会做到这个东西了。可惜另一位兄弟陈小春由于巡回演唱会而缺席，钱嘉乐就开玩笑指，皆因谢天华的行程太满，在时间上很难可以凑在一起，所以今次就舍弃了小春兄弟。他今天在南京，刚刚好碰到同一天，所以他这今天因为要牺牲他了，因为谢天华很忙了。有谢天华有没有？谢天华有齐的话呢，我们就尽量在今天呢。我们三兄弟就只是被安排了。郑伊健和钱嘉乐凭电影《黄金兄弟》在首尔举行的第二届中韩国际电影节上分别获颁最受欢迎男人气明星奖及最佳动作导演奖。钱嘉乐签言，获奖是对自己的一众鼓励和认可，但也让自己有想再拍一部五兄弟合作的电影。而一旁的林晓峰就指，担心下次的预算可能没这么多了，看来只有将动作戏改成文戏。钱嘉乐则补充表示，那就拍爱情片好了。所有的动作自己来都是没有的，全都是文戏。对啊，我下一部几个兄弟我不喜欢动作电影了，喜欢爱情的电影。非凡娱乐实时报道。